三百拢有啊，你若捌买过，我来讲，这加泡面偌好食呢？你若买着啥物牛肉咯、羊肉咯，你甲人问，真正有够赞的，咱是你好笑的，一百人你试食看嘛，一百块，试试看看吼，一百人。好，一百，你试食看嘛，咱袂甲你骗吼，一百块了，一百人，一百块，一百人，一百块，一百，左边搁一个，迄老阿甲叫台缀鱼落好无？老阿甲叫台缀鱼落，伊个老阿下迄个缀下叫台，啊，迄个一百块收钱，甲一百缀过，头前个一百，一百搁有要来无？来猜下价格了，啊，先请你吼，来价格，紧嘞。边仔讲起了，来，恁过来要食啥？腿排，腿排，鲍鱼，鲍鱼，腿排，鲍鱼对。剩只俩，鲍鱼拢无啊上点的，来五百我拢无啊，剩只剩俩五百块，我来收钱五百块。好，一个。鲍鱼最后一个五百，我今日鲍鱼菜拢卖了了，无好食哦。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三条、四条一千块五百了，五条无哩，六条无哩，七条等一下拢无啊，再搁送你来五百了，最后一个五百，怎么食鲍鱼拢无啊？五百块要食鲍鱼的无？五百块，拢有啊吼、哦。啊，剩只收来啊，剩只收来啊。剩收来啊。两百落啊，来两百块，食袂了你买两百落啊，两百块。伊要创啥啊？两百啥物食？你食袂了买两百落。两百块啥物食？鲍鱼，两百块落，拢有啊吼、哦。谢谢，感谢你吼、哦。你要一百落啊？你食袂了？两百来包两百块落。两百落吼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帮伊接一下吼，啊，一包甲包过去，吼，啊，一包了，啊，拢有啊，吼，谢谢，感谢您啦，来，啊，迄个搁有买啥？搁有买啥？你讲点我搁买好无？腿排啥物食？钱起啊紧嘞哦，真正没有了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紧嘞，你加钱起啊紧，这拢无啊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两百，你几个？最后一个两百，啥物啊？这拢无贵嘞，三支、四支啊，五支哦哩，啥物啊？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，来九支哦哩，十支哦哩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，来八支、九支、十支，来包过来，来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八支、九支，来九支、十支，两百了。金龙啊，三四啊，来五六七啊，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两百来，多少块？啊，金龙三四五啊，来六七啊，哈，来八啊，九啊，十啊，十个。帝王蟹到来到来啊，哈，明仔讲，来。啊，这我先介绍一寡好料的，好无？啊，恁听我介绍，哈、哦，来。鳕鱼够人要食，蒜鱼，蒜鱼有人要食，小雪好无？我想要卖小雪，小雪好无？小雪好啊，吼，来，来，反正我来讲，你甲牛排全部几条我也卖卖，来，来，要卖这哦、喔，这中国肉呢，这都是空间上好食，空间上好食，来叫人点来，这双的呢，双层的哦，吼、喔，欸，恁的蛤蟆我准备来分分，你的虾仔讲我是怎分分的，这中国肉这拢正啦，这两个炒炒的好啊，你空间炒飞机炒虾仁，凊彩你炒啦，炒饭炒面拢会淡，这海参拿一包退冰炒芹菜，炒起来鱼仔五加鱼仔五偌济，来我来讲两个人价搞，要三个人价搞，要唔免五百啦，我唔免卖遐贵啊，三百上面只，再搁送你三百，这中国肉正，再搁等下，再搁送你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，来三百上面来三百块，中国肉三百了。拢有啊、哦，谢谢。一包搁送你，看你买对袂？两个人，等下等下，一包搁你。我看你买对袂？两个价钱，三百上面只，三百块，总共吧，三百块，看你买对袂先。来，三百上面只，搁一个上面只，三百块。呀，这卖到这种价钱，你买会着？三百块有要吃无？三百，两包哩，三包哩，四包啊，这五包你买着，三百你起来用。一包搁送你，三百搁一个上面啊，三百块，包过。谢谢阿大。三百搁一个上面，总共吧，三百块拢。三百搁有要来无？第一啦吼，这真正好食，你去买，你去台北拢好食。你若真正唔捌买过，你会惊你试食看卖一百落啊。我甲卖落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落要试食哦，一百块吼，无买一百落，罔卖一百块，啊，就剩只我尽量甲卖一百落。一百块，一百块落。好，两位，来这个。一百落，一百块落。一百落，好啊，一百一百嘛是了啊，嘛是无啊。把这个五百走未？那你一百呀？最后两个一百走四百，最后两个一百拜托你啦，拢无啊？今仔这无啊，卖了。最后两个无买一百块拜托来嘛，无啊？包过，最后一个一百走未啊？两百拢买啊，谢谢，感谢你收掉，别客气。来，客气。虾仔讲你客气的少，虾少啊？虾仔讲客气的少了了。
你有要吃这牛排吗？都没啊，牛排到后要吃，卖到真正。想要吃牛排，手举起。这虾仔讲啥呢？这二十条一百块，人客钱无客着，你若要借这一百块，啥物啊？写找你排款。二十条这一百块要吃。你出二六，啊，这六百无？六百块收济无？六百，这一条我喊我着八百啊，这条搁上二嘛，这条搁哩，哎，六百了啊，六百块啥物吃？六百了，六百块要吃牛排，包括，四百无？包括，四百了啊，比我还高，六百包括，最后就四百啥物啊？包括。帅哥。那牛排不是你来煮的？牛排你来煮。那你完全拢买错哇！四百六百拢完全拢买错少哇！四百。哦。你唔知啊？已经卖了。哦，我是讲以前买啥物啊？我讲牛排要加四百，完全拢唔错哇！是。来，谢谢。阿姐，你敢要去啊？哎呀。来，物件去，阿婆，你去，阿姨的物件伫啊。三斤啊？啥物食三二啊？这比赛规则拢无适用，真个就好啊！吼，啊无你甲做红烧糖水，想要食蒜鱼的人家，我免五百，免八百，三百啥物事啊？三百块，鳕鱼三百啥物事啊？三百块，三百有人要食蒜鱼的无？三百，三百够有要食鳕鱼的三百了。啊，这你我甲客人讲过啦，你买着我买着。我买着伊买无？你买鞋了？你甲客过，记住啊！三百啥物食蒜鱼的三百。注意头前的人家，不要被影响到，嘿，莫去用影响着。来三百了，嘿，来专注头前的。三百要吃咯，三百够要吃鳕鱼的。无人要插我，我再搁送你，我送你，我再送你。好，起来。算你了，我是提鱼来甲你骗的，我给算你啊。来三百上要吃，等下讲。三百个少一个吃蒜鱼啊无？即卖就互你开车看啦，爽好啊，欢喜好啊，快乐好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尔。来三百上面吃，搁一个啊。三百上面啊，三百。好，两个。最后一个三百上面吃。好，三个。包括。有啊，有加一份咯。我给予你，我给予你，我给予你。你开钱无开着个啊？啊，去啊，只啊走二十几年，只找你找无。讲袂了，我来先讲，我后去找二十几年，那无吼，你啊一定要先这个话先打开。没啦，谢谢啦。最后这三百上面吃拢无啊？最后这三百上面吃拢无啊？三百好。头一个开钱的啥？只有我哩赚百五，你买买两个吃吃啊，百五了。谢谢。来过来，你要吃啥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回头袂了哦。来，是我来讲，我要换，也是我换吼。来，你怎企边哦？企边，企边。来，你迄个羊肉企个，羊腩企个，羊腩，羊腩企个。恁个要点菜无？酸菜也够要吃，大哥。啊，好，谢谢哈。你想大只蒜皮起来，我袂了。这羊肉哦，羊肉，这羊肉怎个用啊？烧了做好食，这红烧羊腩哦，羊肉。你会当搅饭，会当搅面，拢会当。即我煮了一包三四百块，即两包煮了六七百块。想要食羊肉，先加钱，先赢三百了。等下啊，这包我送给你吃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，上面吃三百了。来三百块，上面吃羊肉，三百块。羊腩三百了啊，三百块算什么？算什么呀？三百块要吃羊肉的无？三百块要吃无？三百块红烧羊腩三百块了。你懂？来五百。一包了啊，一包了，一包了，来一包了啊！你无要买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包有人要试吃无？一包有人要试吃无？一包一百块，最后三包一包有人要吃无？收着，三包拢有啊吼。他最近三包俩拢无啊，可以讲的。来 ，OK。啊，你有要吃大地蒜鱼啊？大地、小地、这大地、这大地、这红菜，想要吃来五百，怎么吃？一地卖你五百，两地卖你五百，三地卖你五百，这四地六地你五百，一地百零块你也买袂着啊！七地要十二啊！五百块要吃无？五百块。阿哪样？啊，蛤蟆靠，遐蛤蟆起来啦！蛤蟆等唔够久，我拢袂去啊！哎，这家陪你弄啥物啊？五百块一个。这家陪你弄个后尾，我送你好无？好。蛤蟆是够起来，我真正拢袂去啊！五百，早点去，我这先包包人坐啊。六多少块？
来三条，你四条你就买无啦，我当五块。来五百，搁有要食无？五百块。拢有啊，甲人食袂了，你想要买三百的无？小家庭的。来一个。这大地较贵啊，吼，食袂了你买三百无？三百搁有要来无？趴咧你收。蛤蟆鸡啊，你旁边。他唔是三块鸡呢？蛤蟆鸡翅的手艺啊，你分了落，你分了落。蛤蟆送鸡翅的，蛤蟆、哦。谢谢，歹势哦。你有给十块哇？蛤蟆送鸡翅的，蛤蟆有人鸡翅的无？拢送你了。送给你买了，收我钱。来，迄个我也昨下报过一下，我想来后壁啉一水茶，休困，食一米粉一下吧。阿先话先表现一下，我先休喘一下，我来想一下。来，阿文，你去。好，来，慢用啊，宝贝。来啊，先生，中来啊。没有。喂喂喂。来，道茂姐哦。大家有要食鸡腿羹的，用蒸的就好，配饭就七条拢会使。来，想要食的开两百，遐两百，来两条，来四条，来五条，六条，来七条，来八条。好死的，好，准真了。哇，你也知影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想看你啊，等下我收起来。